主耶稣，我哋多谢你，从十架到坟营，从坟营升回天。主耶稣咧系为我哋死，然后咧佢又复活，然后升到天上嘅。主啊，我哋高举你嘅名。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心爱敬重你。我心因为你爱我。神因为你救赎我，你从天上降世间，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架，我罪得赎，从十架到坟营，从坟营死不天，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高举你的名。心爱敬重你，我心因为你爱我，我心因为你救赎我。你从天上降世间，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架，我罪得赎，从十架到坟营。做份应四活字，主我高举你的名。你从天上降世间，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架，我罪得赎，从十架到坟营，做份应四活字，主我高举你的名。我罪得赎，从十架到坟营，从坟营升天。主我高举你的名，你从天上降世间，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架。我罪得赎，从十架到坟营，从坟营升天。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高举你的名。哈利路亚，主啊，愿你嘅名被高举，神啊，愿你嘅名被高举，多谢天父，多谢天父，多谢主耶稣。前日就是受苦节，就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拯救我们，将永生赐给我们，赦免一切的罪。我一路唱的时候，想到耶稣的宝血的宝贵，耶稣的宝血将救恩给我们，并且将很多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整个生命就可以被提升。恩宝人不血我得必知，人不血我得众生，人你血代替我死，成全那救赎的献祭，洁净我罪，被赎救。神宝贵的献祭，在这一阵呢，你的心向耶稣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神就马上赦免你一切的罪，神就马上可以拯救我们的灵魂。人宝血我得洁净，人宝血我得重生，人你血代替我死，成全那救赎的献
散不回的人不与我等已经多谢主耶稣流出宝血人不与我等重生人你血代替我死死绝那个数的献祭已经我罪悲恕更吧恕更吧我耶稣散不回的献祭我耶稣散不回的献祭你的生活神啊你的献祭真是宝贵哦耶稣神宝贵的献祭因为耶稣的救赎不单止我们有永生我们今生有 盼望我们今生有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面得到帮助有一位很个人性的神同我们一起多谢天父多谢耶稣多谢天父多谢耶稣神啊，你是主，耶稣就是主，你是复活的主，你是胜过死亡复活的主。哈利路亚，你是主，你是主，你是胜过死亡复活的主。万世当跪拜，万后皆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神就复活的主嚟嘅。你是主，你是主，你是胜过死亡复活了的主。万世当跪拜，万后皆承认。是主，你是主，你是主，你是胜过死亡复活了的主。万世当跪拜，万后皆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是主，你是主。你是胜过死亡复活了的主，万世当跪拜，万后皆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掌管一切全能的神。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见很多的神迹。我去到不同的国家，我都见到不同的神迹。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我们多谢天父，你是活着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为什么会为我们而钉死呢？耶稣为我们来到世界上，为我们钉死，一个很大的爱，是很大的爱，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为什么耶稣一定要钉死？因为神是慈爱，祂都是圣洁公义的，有罪的祂一定要惩罚，祂不能够就说我赦免你，祂一定要付了罪的代价。祂唯一的方法就是差祂独生儿子，祂所爱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希望我们每一个用感恩的心来唱这首歌，我主为何你流出宝血，我主为何流出宝血，情愿一生
大爱。我只为我留着
来接受我爱，让我们再说你是我们的一切，亲爱耶稣来接受我们的倾诉，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欢迎你来到，欢迎你来到，主啊，我们欢迎你，我们黑埋眼，欢迎主耶稣，欢迎耶稣，耶稣，欢迎耶稣，欢迎耶稣，进入我心，作我救主。欢迎耶稣，我们一起唱。欢迎耶稣，欢迎，欢迎耶稣，欢迎耶稣，欢迎耶稣，欢迎你。主啊，我们需要你，需要耶稣。需要耶稣，需要耶稣，需要耶稣，我需要你。主，多谢你。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亦都是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亦都是何等的大。神有很多恩典，当我们亲近他，神是很欢喜的。你说耶稣，求你做我的救主，求你拯救我，求你祝福我，神的祝福。耶稣，我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你向神的祷告，耶稣，我需要你。你向神的祷告，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里面，做我的救主。多谢耶稣，耶稣欢迎你，我使黑埋眼向耶稣祷告，耶稣我欢迎你，耶稣我感谢你，我欢迎你，我需要你，耶稣真系听我的祷告，耶稣，耶稣。赦免我，我求主，赦免我，赦免我，赦免我。多谢天父，当我哋呼求你赦免我哋嘅罪嘅时候，我哋真心悔改，神你真系赦免我哋嘅罪，神你就喺呢度，你会将平安赐俾我哋，你会将平安。赦罪的释放的自由赐给我们，多谢耶稣，多谢天父，感谢天父，赞美天父，多谢耶稣的大恩。